好饿哦，好想吃烤肉。我有办法。大家好，我是袁美心美那更美的办公室小娜，欢迎来到来那你坐。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哎，我的办公室妆美吧，跟我平常不一样。今天活力满满，有吗？你在学 Lucy 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现在走甜美气质风了。刚刚看了一个影片，肚子很饿，然后就上网查了，办公室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烤肉？我就看了几样，我现在就要烤给你看。所以你刚上班是没有在上班在看烤肉？没有，刚休息时间，好不好？还偷了飞机的离子夹？没有，我没有偷。你要干嘛？第一种隔热袋暖暖包，我要来做个金针菇奶油蛤蜊。首先就先撕开，洗沙沙洗沙沙洗沙沙。我以前冬天的时候就搓，把它搓到整个流出来。我要两，好，拿一个这个，然后把全部都要放进去。我要放你这个啊，就是你知道、那個？等一下，你放那么多，你确定会少？可以吧？你是煮蛤蜊汤是不是？对。你要加这么多奶油金针菇啊，主打奶油。我跟你讲，我做饮料也是这样，看那种保鲜膜，你这样擦下去就喷出来，就是我弄的，因为我懒得把它倒回去，就跟我这个一样。我老公，我要找会煮饭的，请联络我，我的电话。OK， 好，我摸一下，它有够热吗？完全不热，我觉得是冷气的关系耶。关一下冷气，金针菇好臭哦。你有听说一个梗，金针菇，我们明天见。你明天隔天还会拉出来，是不是？那这都给你吃，明天你的屎就是这个。我们这个就完成喽，放旁边。我用计时器转一下，假装这是计时器。好了，它就会叮一下，跟各位说一下，这个是我要拿来当烤箱用暖脚器。我要夹一个面包上去，这是最大了吗？感觉在帮那个吐司做 SPA， 有点烫哎，好，感觉有成功的希望。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它直接干掉了。那换一边烤，有感觉。我觉得你今天的东西，我们在场人都不会吃，因为你生的跟不生的，完全用同一只夹子啊，就只有一只，我能怎么办？用手。对啊，你用手啊。我手比夹子还脏哎，应该抠过屁啊，不会。剪口，没有，女神不会挖鼻孔。冷气，气质路线，我不挖冷气。第三个，然后我铺了两片上去，我就是要用吹风机来吹，听它有个嘟嘟嘟嘟。你那样子太小了，你要开到最大了，要不然要不然要碰到碰到我80岁，我们都还没碰到。那我们这你加的，要不然是你加的。你有粉红色的、啊，少女心的。它有熟吗？没有啊，它只有变干。我要吹到熟，我真的吹到80岁哦。下面超烫的，搞不好下面熟了。没有，涂一下酱，增添我们的口感。前几集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回家有拉小拉一下。哪一集？鲑鱼软那个 ，Oh my god！ 我要学黑龙在厕所拍影片。拉肚子没办法。好了吗？啊？冒着生命危险吃一下。这有一股。阿嬷卤肉的味道。阿嬷卤肉的味道。阿嬷会卤东西的味道，还是你这是阿嬷家的吹风机？吹的人是阿嬷。才阿公哎，这就先来个预热，这边烫烫的地方用铝箔纸把它包起来之后，然后这样夹它，夹得要用离子夹煎牛排啊。对，你不是在王品都打过工，这就是考验技术的时候。对，可是王品不会用。我要7分熟，我烤3分给你，3分是最好吃的。那种看起来包起来像有伤害。哪有啊，你才烂。哦，呜，好烫。哦，有哦，很烫哦。你真的是小屁孩。你才是小屁孩。什么都好奇热不热，然后都去摸一下。不是啊，你要看它有没有够热。有牛排吗？有牛排味。那不然是猪排味。这感觉很快哎。早上猪肉就用这个，我等下这个也用这个烤。你说蛤蜊啊？对啊。蛤蜊用这个烤，你觉得能吃？可以。这次中秋节就这样子烤，无烟哎。大家都不能群聚烤肉，你就在家里这样子。可以啊。奶粉是先闻。好久了。好香哦。真的。嗯。你要再闻一下吗？再给你闻比较快啊，有吗？有。那牛肉也太厚了，所以买一个。对啊，也不买个牛肉片。我之前有一次我的离子夹在预热，然后它就掉在地板上，然后我脚直接伸进去里面，超痛。而且我有听到滋
的声音。你的脚？对啊。不是马上把它抽离，然后你是听到它有滋的。好了，这一块完成，就撒个盐吧，一点点还好。而且你刚刚那个蛋粉不是切肉吗？你要把它放上去。没有，没放到，放在这里。你拉肚子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？哪有，好不好？因为不是我。你这个企划就是拉肚子企划，我们改名叫拉肚子系列。不是来那里做吗？来。来马桶上做。来拉肚子，我去的。我有来拉。有多慢？太烂了吧这一段。来拉肚子，我上次回去真的拉肚子哎。你哪次回去没拉肚子？喝饮料那几还没拉。那代表我的饮料是可以喝的吗？我那滋流到我的手上了。大概停留了滋流了3秒才反应过来。好浓急的反应。就像这样，有点出血水。好，我们还有什么没完成的吗？没有，我们皆大欢喜的全部都完成了。没有，还有一个。哦，每一手可以不用试吃吧？当然不用吃的。哦，好，那就好。吓死我！我想是什么舍命计划，好可怕。是冰的呢。男粉丝先看，来说给我听，怎么了？跟超市一样新鲜。那这就你试吃喽。为什么那个我试吃？因为是你想的计划。好，我要先讲一下我的遗言，也许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了。你觉得？当我吃下去这一口，记得按赞订阅。超硬的，这真的硬到一个不行。好吃有牛肉味，但是真的是很硬，而且你吞下去感觉它没有要下去的意思，它就抓着你喉咙这样。来啊啊！它闻起来真的很像阿嬷卤蛋的味道，而且是认真像肉干的，是那种甜甜的那种肉干。荔枝烤肉干。我的面包好了。脆，对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用试吃了吧，因为它非常的深。我的玩命史册就到这边，这么牺牲我、奉献我的生命去吃这些，还不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？那来，那你做？不，我们改名了，来拉肚子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谁要吃肉干？我吃下牛肉。你要整个吃下去哦。还有人写气话哎，这好吃哎。是，你可以吃这个蜜汁肉干，你咬另外一边。导演吃一口啦，真的是蜜汁肉干，皮胖姐，这对阿嬷卤的味道，干的毛心哦，有吧？真的没有熟。我吃很大一口我以为有熟，你要害我要拉肚子了。各位，今天也许是我跟导演最后一支片了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拉。好，对，好，然后我们约相约去试试。对啊，是你拉的怎么样？有吸吗？我的很吸，这谁啊？还是瓦斯炉蘸，只是很好吃的，好吃吧？好吃。那不是我做的，那是谁？那是我们的摄影师大哥做的，但真的好吃啊，对吧？虽然不是那哥做的。